我穿越成为玄幻小说的恶毒反派，开局就被女主拿着刀前来复仇。只因这是一篇大女主复仇爽的，女主从小就是丞相府中最耀眼的天才，16岁那年与我这个天才世子定下婚约，可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修为。家族的众人更是对她各种嘲讽，而我这个未婚夫也不忘亲自补刀，上门一纸休书废除婚约，并且将她送到青楼给她点了3000猛男家业绩。不堪受辱的少女跳下悬崖，最后便是众所周知的觉醒外挂，在我送她的定亲戒指里面封印了一个上古大人。 从此，在女帝的指导下，少女走上开挂人生，而我最后的下场是被女主当狗一样拴起来玩耍。我吐槽这无比狗血的剧情，完全是女版的末期少年犬，只不过我穿越的时间并不是很巧，正好是女主前来复仇的关键节点。女主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还问我为什么不躲。面对如此无脑的问题，我也无语。只因身体的原主人在前不久走火入魔，天生剑体破碎，一身修为尽失。现在的我浑身上下凑不出半点灵力，拜托呀，姐姐你让我怎么躲？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女主双眼含泪，为什么就连你也要背叛我？我这才想到，这个女主是爹不疼妈不爱的那种。为了活下去，我苏长生要开始撒谎了。如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女主听后神情一愣，莫非还有什么她不知道的隐情？可这时门外的守卫注意到了房间里的不对，女主反应过来，原来你这家伙是在拖延时间。可就在守卫推门而入的那一刻，我却将他抱入怀中。本公子正在为人类繁衍而奋斗，你一个下人也敢前来打扰？手下心中妈卖批，你这个负心汉在前不久还休了人家。 现在又回心转意，莫非公子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？而女主也反应了过来，你口口声声的为我好，就是当着我的族人面前羞辱我，甚至还将我卖入青楼，你真心爱我，怎能如此狠心？我淡淡的解释我退婚当晚是不是你的修为就回到了炼气三层，而且自那以后你的梦境都有一个人叫你公子。当然这是女主的外挂干的好事，不出所料的话，戒指里面的女帝也应该注意到了。女主扔下了手中的剑，那你可知我成为废人后遭到了所有人的恶意？我将她揽入怀中，亲爱的月儿，一切都已经过去，回去后支开所有人。 到时候造成你一切的罪魁祸首会出现，毕竟如今的他已经没有隐藏的必要。随后，我的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他手上的戒指，戒指在一刹那发出妖艳的光芒。最后，女主还是被我的土味情话所打动，决定再相信我一次。如果你敢再骗我的话，我必将让你享受极刑而死。好不容易送走了那个病娇的女人，我一屁股瘫倒在地上，让刚刚的侍卫不必在意我说的话。然而，侍卫却震惊无比，一向嚣张跋扈的世子怎么还会道歉了？ 与此同时，赵月回到了赵府，一路上他遭受着各种族人的白眼。赵月第一时间遣散了所有仆人，他也怀疑自己身上有其他人的存在，于是盘膝而坐，前辈还请您现身吧。可硬是做了2分半都没人回应。赵月狠下决心掏出了自爆弹，既然你不出来，那我就跟你一起去见太乃。下一刻，他手中的戒指一闪，一张绝美的脸庞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女帝解释这几年来的一切都是他设置的考验，本想再考验一番，可谁知那个世子竟然将我一眼看穿。所谓退婚也是在配合我，能感知我的存在，并且将我设计到其中。 此人的心性和实力恐怕已经登峰造极。赵月的眼中重新浮现出希望的光芒，原来这世间还有人爱他的。女帝一掌拍向他的头颅，上面蕴含着他的传承以及这么多年来的灵力。站在世界巅峰才是你的归宿，只希望你的心性有所改变，不再是那个恋爱脑。同时，在赵家议事大厅内，长老们探讨着把赵月嫁到哪户人家可以获取最大的。 一道冲天的光芒闪过，这是突破元婴的标志，而且方向正是赵月居住的小院。我穿越成女频爽文的恶毒男配，开局就被女主提着剑前来复仇，只因我就是小说中的炮灰未婚夫。在女主最落魄的时候将她抛弃，如今女主开挂归来，第一时间就来找我复仇。好在熟读剧情的我反手就将这口锅推给了女主，因为她的金手指类似于戒指里的老爷，要满足些众叛亲离等等的 buff 才能开启，而我退婚什么的都是为了配合他的外挂吧。在女主恢复实力并且更进一步后，家族里的长老又换了一副面孔，恭喜小姐成为绝代天骄。这下小姐可以狠狠地打你那个未婚夫的脸了。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赵月脸色一变，你们算什么屌毛也配说他的坏话？从今日起，我赵月唯一的夫君与挚爱便是苏长生。这下轮到府里的众人懵逼了，明明你昨天还要将他千刀万剐来着。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恋爱脑？与此同时，在世子府内，我非常懵逼，为什么我吃个饭，一群人看着，而这些人都非常担心苏长生的精神状态。以原主的性格，向来睚眦必报。如今修为尽失，剑体被废，他们都担心我做些出格的事情。经过9年义务教育的我，对此无比平静。各位亲戚朋友们，如果没什么事先回卧房休息了。然而在场的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脸色一变，这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长生怎么会这么说话呢？ 好大，你虽然刚经历的走火入魔，心境发生变化，但你无需这般隐忍啊！我好歹是个王爷，你也是世子，该为非作歹就为非作歹。遇到让你不爽的人，我们直接出手斩草除根。而我此时终于明白原主嚣张跋扈的性格哪里来的，有这样的一群亲戚，真嫌我活得不够长啊！诸位长辈，还请莫要再宠爱长生了。这时丫鬟一个踉跄，端着茶水向我扑来，可我并没有选择躲开。 任由茶水泼在身上，随后还问他有没有事。亲戚朋友们都感觉到了不对。正常情况下，我已经将这个丫鬟卖到青楼，并且给她点了3000猛男家业绩。如今的我温和有礼，并未追究丫鬟的任何责任。我的好大，你今天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这反倒让我纳闷了，这不就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吗？王爷老爹心中腹诽。
这种行为放在你的身上，貌似有些不对。到了凌晨12昆，一身实力恢复如初的女主闯入我的闺房，看着她的精气神发出巨大改变，我就知道是女主的外挂开启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能一夜结阴。要知道，被称为天才世子的我也就才金丹巅峰，可我没有一丝胆怯。只因我的能力可以推演未来，面前的赵月缓缓退下了身上的衣物，深情满满的注视我：“长生，我们复婚吧。”我内心各种阴暗咆哮，这是抱上女主的大腿吗？ 紧接着我开始推演未来，未来的我始终被压在身下。赵月为了让我不要找其他女人，每天都要将我的精气神榨干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我有想法，恐怕也无力行动。最后我因为肾虚过度而亡，享年30个月。原本想答应的我立马收回了嘴边的话，这个女人在床上的战斗力简直无敌。随后我便开始推演拒绝的后果。刚拒绝我就被这女人打晕，紧接着被铁链捆绑。女主的眼里充满着病娇的爱。既然长生我们做不了名义上的夫君，那你就和我在地下过一辈子吧。后面的剧情变成了捆绑婚。最后我的下场还是被她掏空。这次享年仅仅12个月，没想到拒绝的后果更加可怕。 现在面前深情脉脉的女主，在我眼中无异于魔鬼。进退都是死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穿越成为女频爽文的炮灰反派，开局就被女主强行壁咚。只因女主是一个大病娇，听到自己的家人来找我的麻烦，如果不是我拦着她，她恐怕已经将自己的亲人全部杀光光。而在将长生剑递给她后，赵月第一时间挽上我的肩膀，强行把我带入她的闺房。我本想拒绝逃避被榨干的结局，可瞬间女主的脸色大变，感觉如果我拒绝她，就会把我炼制成她的炉鼎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忍下去的必要了。紧接着我反手压在女主身上，毕竟 我也不是什么忍者神龟，赵月的眼神中充满着欣喜，口中诉说着对我的爱意。不经意路过的长老听着如此疯狂的话，再次确定了长生拥有顶级的炉鼎之体，这种事情得赶紧报告王爷。此刻我已经按捺不住指阴，但女主体内的女帝让赵月赶紧停下。如果再渡劫竟之下破身的话，之前所有的修为都会功亏一篑。闻言，赵月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扭头与我讨论起来的修炼问题。看着女主翻书比翻脸还快，只好让兄弟先受受委屈了。而且看着女主的反应， 多半是他戒指里的老爷爷指使的。看来那家伙还没有彻底信任我呀。不过我通过触摸女主，看见了未来。赵月因为强行觉醒血脉导致受损，他需要一个奇珍异宝来恢复体质。女主和她的老爷爷瞳孔猛然收缩，这种隐秘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？ 但更没想到，我还知道那东西的地址，那便是将我逐出宗门的太上剑宗。见言，赵月娇躯一震，随后告诉我30个月后正是十大圣地招收弟子的日子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讨回公道。我也打算回一趟太上剑宗，只因这王爷府快保不住我了。是躲在女主的身后更有安全感。下一刻，赵月满脸欣喜，居然可以跟长生浪迹天涯比翼双飞了。身上的境界枷锁脱落，突破到了指阴后期，外面的纯路人们羡慕不已。两个男人双修也不是不行。在送走女主之后，我的脑海突然浮现出了白帝长生法的第二章节。虽然我也羡慕女主开挂 一样的升级，可惜我并不是主角。在赵月回家之后，女帝在一旁辅导她的姑娘，让赵月莫要着急，想要入门白帝长生诀的话，起码要几百年的时间。如此漫长的时间，让赵月感觉无聊。那你说有没有速成的方法？女帝表示绝无可能。要知道她当年只花了5年时间就参与了白帝长生法，就已经是惊人的天赋了。以你的话，恐怕只需要数年。赵月本想将此等功法传给我，但可惜的是，只有白帝血脉才可以修炼。但他们两人殊不知，仅仅只用一个时辰的时间，就修炼到了第一层的巅峰，甚至凝聚出了第三层才会出现的青莲花。 第二天的长生剑宗内，长老们和亲传大弟子正在讨论大师兄的位置归谁，而原来大师兄的位置正属于我。底下的弟子们已经苦我已久，漂亮的收尾暖床丫鬟，不顺眼的就暴打一顿。几位长老吵成一片，如今整个京城都传言苏长生恢复了修为，而且和女人双修能够迅速变强，甚至让赵府的赵月3日元婴也有长老认为这是何等可笑。哪怕有点天赋的人，还要修炼百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元婴。最终宗主停止了他们的讨论，他自然希望那些传闻都是真的。很可惜，现在长生已经不在，目前暂定徐华 为大师兄负责宗门事务，这边的徐华刚坐下没有2分钟，就听到了弟子禀报，那个男人回来了。这下的徐华茶都端不稳。虽然苏长生嚣张是嚣张，他的天赋是支撑他的底气。此刻我已经带着赵月来到了太上剑宗，为了避免引起群殴，我特地带上了黑丝口罩。可这女主偏要一直跟着我，她还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。殊不知她才是最大的麻烦。我让女主的外挂教她一份隐藏功法，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女帝交给赵月的功法，而我同时也能够学习到。我是女频爽文里的炮灰未婚夫，开局就被女主拿刀架在脖子上，只因 我在女主落魄时将她卖进青楼，并且给她点了3000猛男充业绩。如今她觉醒外挂老爷爷前来复仇，但好在我熟读整本书的剧情走向，轻松忽悠女主解决生命危机。可又来了一个原主的师尊，要知道身体的原主人可没干什么好事，悄悄顺走师尊的马游啊，深夜观看师尊洗漱更衣，没被一刀劈死都算好了。可如今还给我送来这么多好东西，就连原主人一直惦记着长生剑也送了过来。 魂体消散之前，还不忘嘱咐我，以后还莫要在那般张狂，谦逊的活下去吧。爱倒霉的身体原主人，想要什么直接去问师尊，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呢？ 还有这长生剑不是女主的专用配件吗？勾勾转转又回到了我的手上。这时院之外传来吵闹的声响，原来是赵家带着他们一辈年轻的天才前来向我挑战。老爹暗道不好，一旦让所有人知道长生的修为被废，那恐怕要上演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戏码了。
于是连忙让仆人喊供奉过来，可这时我打断了老爹，大可不必了。赵家的这群屌毛的心思我自然明白，无非看我现在配不上赵月了。赵家齐直接约我上比武台练一练，我直接告诉他大可不必。下一刻他们嘲笑的声音传来，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废了。但我直接告诉他们比武有什么好玩的，真男人就要上生死擂台。所有人都懵逼了，一向软弱无力的我居然这么闷了。 老爹连忙让一旁的长老多照顾下我的生死，毕竟他是我们世子府的独苗了。这么多人一起看着，赵佳琪也是决心走上了生死擂台。他此行前来也是为了复仇，当年我只是多看了你一眼，就被你送到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。如今我要让你感受我的痛苦，在我真没什么印象。毕竟原主人谁弱小就欺负谁，这样的小卡拉米我起码打了几百个。但考虑到他的生命，我劝他还是不要拔剑为好。 可是赵佳琪却无比愤怒，你他妈都让我断子绝孙了，还在这里装什么？随后掏出灵剑，直接向我冲来。虽然我现在的修为不如眼前的这个家伙，但女主的剑还在我手上，这来历老牛逼了。我抬手用长生剑抵挡，一道恐怖的剑气四散开来，瞬间就将赵佳琪给轰飞。观看着众人纷纷瞪大了卡姿兰大眼，原来那个男人没有变成废物，这是何其霸道又不屑的一剑啊！ 就连老爹都没想到是我在藏拙，我的眼神露出三分讥笑七分讥讽，还有屌毛想要切磋的吗？台下鸦雀无声，女主也在这时赶了过来，浑身发出冷冽的气势。你们是不是在欺负长生？在得知只是切磋后，她更愤怒了。你们这些家伙敢冒犯长生，我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光。见到女主如此护肤，我连忙拦住她，别激动，只是平平无奇的交流而已。还有这把剑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了，反正这未来也是女主的兵器。如今正好顺水人情，就连台下的众人也感叹我的大气，把剑看起来就非常牛逼。女主在接触的一瞬间顿时一愣。 怎么跟我修炼的功法如此契合？外挂女帝告诉他这东西和你修炼功法乃是同源，而且还是传说中的仙品灵器，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爱你。我也怕这个病娇女主动不动就把人杀光光，让他多欠我点人情总归是有好处的。还有在座的兄弟姐妹们，不如来到府里喝一杯阿帕茶。下面的众人一脸古怪，这个纨绔怎么如此有心了？ 一定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阴谋。我的第18房小妾出生了，赵月，我们赶紧回去看看。结果赵月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，长生，我们快点去办修修的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他们都没想到传言居然是真的，苏长生竟然拥有极品双修体质。老爹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藏得这么深。女主一进门就把我壁咚在床上，苏公子，我实在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，那么只好以身相许了。想起曾经被榨干的结局，我连忙表示不用。下一刻，女主的气势陡然变得冷冽，你是在嫌弃我吗？ 我穿越成为女频小说的炮灰男配，开局就被女主拿刀架在脖子上，只因我就是将女主残忍抛弃的未婚夫。但我他妈没想到女主是个恋爱脑加病娇，半夜直接闯入我的闺房，问我到底要不要和她结婚。我动用金手指推演未来，同意后的结果便是你上男下，从此一天7次好不快活，最终殚精竭虑而亡。而拒绝的话，她会直接用铁链把我拴住，然后被强迫一天7次，最后落得一样的肾虚过度而亡。这他妈完全是女版的霸道女主强制爱，原本美丽漂亮的女主在我眼中如同恶魔，如今进退都是死路一条。 我继续开始忽悠大法，赵月，你真是令我太失望了。我点拨你是为了与你长相厮守，可惜你还不明白，女主和观众都懵逼了，这是什么鸟意思？她愤怒地拽住我的衣领，长生，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我熟练地开始画饼，我拥有长生体，不会衰老，不会死去，但你不一样。要知道，哪怕是仙人也抵挡不了消亡的宿命。这下画的饼足够大了，希望女主能够知难而退。然而这却让女主坚定了更要努力修炼的决心，还问我为什么自己的大地传承没有契合。我操你体内的仙尊都不知道还问我，我淡然开口。 修行路漫漫而远兮，得到传承不过是第一步罢了。就算大帝也不是修行路上的尽头，这下女主的心情终于低落了一点。倘若我晋级失败，死亡会怎样？我怒吼一声：“你可是爽文女主啊！我的敌人这么多，你死了我恐怕也活不久了。”赵月的心中开始疯狂脑补，她不是不老不死的存在吗？这意味着我死了之后，她要跟我殉情吗？ 一瞬间，他身上的气势开始膨胀，化作一道绿光直冲天际。赵府里的众人纷纷感觉到可怕。赵月那丫头不是才突破的原因吗？怎么一晚上就达到了元婴中期？那苏长生到底有何手段？此刻我正在感慨，不愧是爽文女主，实力提升都不带讲道理的。赵月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，长生感谢你的点拨，我会在未来努力修炼，与你一同站在世界之巅。紧接着化作一道流光离开，而我推演的未来并没有出现，看来是摆脱了死局。天空中女帝询问赵月刚刚领悟了什么。 赵月的眼神充满着爱意，我明白了，爱他远比传承重要。然后我念头通达，便突破在闺房的我，竟然感觉到了灵力的波动，脑海中浮现出了女主的女帝传承，我也分不清到底为什么，难道是我改变剧情的缘故吗？第二天，赵府开启了家族大会，开始探讨为什么赵月的实力突然恢复并且提升。他们派人前去询问，结果被打了一巴掌。一切的源头与苏长生脱不了关系，多半是赵月和苏长生双修才突破的，而且苏长生的天生剑体多半没有被废，这一切都是他在伪装。与此同时的苏家。 苏长生的大伯埋怨苏长生退婚，如今赵月重新成为了天之娇女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
老爹叹息一声，是我太纵容长生了。突然手下前来禀报，现在城里都在传，虽然公子被废，但仍旧可以被女修裁补成为养料。赵家的赵月就是与苏长生双修两次连续突破两境，这城里的流言让老爹顿感不妙。倘若这流言传播到整个大魏，我家长生可能成为所有女人的香嬷嬷，赶紧传书给太上剑宗长老。这一切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然而赵府已经派人前来闹事。 指名道姓要挑战苏长生，同时的我在闺房里努力修炼。不愧是女主的功法，就是牛逼。但很可惜，只给了入门之法。看来后面要等赵月再次升级的时候才能获得。面前的仙鹤叼着书信而来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师尊的信物。在原主人的信息里根本没有他的任何记忆，估计师尊已经对我这个废人失去希望了吧。然而我没想到师尊竟然在书信上写话法身，他怎么肯在我身上花这么大的手笔？穿越后的第一件事，竟是把未婚妻麦静青楼给谁知未婚妻是爽文女主，因此觉醒了外挂前来向我复仇。可我却口口声声的说为了她好，这一切的忍辱负重都是为了让女主顺利觉醒外挂。在我掏心窝子的解释下一切误会都被解开。第二天我带着女主重新回到太上剑宗，由于原主之前被逐出了宗门，还需重新参加考核，可长老们之间还流传着关于我的传说。当
这让如今的大师兄许华感到不爽，于是非要在我面前装一装。可我记忆中并未有这个人的信息，多半是一个炮灰反派。于是我连垃圾话都懒得说，用七分凉薄六分漫不经心以及一分傲慢的眼神盯着他。许华被我这副装逼的样子整得恼火，人他妈都费了，还在面前跟我装什么？正当他打算拍手底下的哮天犬出击时，测试石碑发出参天的光芒。这是先天道体的标志，而且还是世间第二个先天道体。因为第一个不幸的就是我，一位位长老们不禁的站起身，如此璀璨的光芒，甚至比当年的苏长生还要强大。 徐华的脑中浮现出数千种勾搭赵月的方法，面前的这个苏长生已经不重要了，于是想要直接推开我。这时赵月化作一道流光，下一秒就挡在我的身前。你算什么狗东西，也配合我家长生说话？在场的长老们没想到第二个先天道体居然是我，而且这家伙的样子也不像是废物，难道说他已经破了后力，重塑无上昆骨？这边的徐华被赵月挡住，很是不爽。苏长生，你个废物，可敢与我与之一战？ 我用十分讥讽的眼神看着他，你配吗，小垃圾？等到了第二轮，让女主把你打趴下，而圣地第二轮是挑战赛，到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圣地里面的弟子进行挑战。虽然挑战时要压制在同一个境界，但对主角来说这就是个笑话。而且像徐华这样的仇家我也不少，上面圣地的十大长老九个都是我的仇人，而唯一剩下的那一个还是自己的师尊。感受到师父的注视，女主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。长生那个一直盯着你的女人是谁？ 好在我给他解释了那个人是我的师父，总感觉这个病娇女主要把所有女人当成敌人，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这时的师尊来到我的身边，身后的大长老面色不善。你这个家伙带着一个先天道体，难不成还想回来？可惜宗门从未有过踢出弟子在收回的先例。我歪嘴一笑，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告诉大长老你的弟子就是垃圾，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。要知道徐华已经学习了功法接近四年，战斗的熟练程度根本不是那个刚接触修炼的女娃可以比拟的。但赵月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徐华，面前的徐华也的确想给这个小师妹点教训。 上来就使出了他最强的三日剑法，其中的剑是根本不是筑基期可以抵挡的，这也是女主的第一次生死搏杀。戒指里面的女帝直接将三日剑法的内容传输给他，但如何对付敌人以及反击就看你自己了。而徐华的这招正是三日剑法中的昨日之剑，赵月抓住机会破绽打击，反手干翻了徐华。此时的徐华内心阴暗咆哮，这个刚接触修炼的女人凭什么？然而女帝还是看出了赵月的不足，在剑道上的感悟还是差点。突然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浪掀翻众人，原来是女帝传输给女主的功法同步到了我的脑中，并且直接修炼到大。 一时间，在场的人们神色各异，大长老的脸色如同丧尸，师傅则是面色潮红，这种气息正是悟道的感觉。而且我的身后还出现了三日剑尊的身影，台下的弟子们无法相信我仅凭观摩就推演出了完整版的三日剑。我缓缓睁开双眸，昨日今日明日之剑我已全部知晓。这边的女主也是神色一凛，长生这么优秀，那我也不能丢她的脸。 并将女主第一次与师尊见面，脸上尽是毫不掩饰的敌意，这让夹在中间的我很是为难。我总不可能当冲师逆徒吧？就在刚刚，我领悟了三日剑法之后，许华使出了剑法中最为强盛今日之剑，修炼到满级的我一眼就洞穿了他的弱点，让女主听我的指挥。面前的许华内心无比惊讶，明明我修炼了三年的功法，怎么在他眼中全是破绽？凭什么一个刚修行的丫头就能跟他打得有来有回？他在我的指挥下渐渐落入下风，而他的身上也落下了无数道细微的伤痕。正当许华想要暴种放大招时，那些细微的伤痕一瞬间变成 一道道裂缝，而在交战的时候，我便让女主在她的身上留下各处破绽。一旦想要强行催动灵力，那么就会全身剧痛无比，就像是被狂魔亲吻一样那般难受。还没等我说完狠话，这家伙就被我行了个大礼，随后昏迷。在场的长老们一个个无比震惊，苏长生果真是传说中的天生道体，拥有万法皆通之躯。我满含笑意的摸了摸女主的黑头。
夸赞他做的还真不错。而此时师尊的声音传来，万万没想到长生居然还会有一天对女人感兴趣。还未等我开口，女主就挡在我的面前。长生可是说过我可是他最心爱的女人。师尊的口中有一丝难以掩饰的醋意，难怪长生现在如此陌生。我心中暗道不好，这样下去搞不好这个病娇女主就要惹事，以防万一还是先将他们两个分开为好。可还没等我开口就已经被打断，是其他圣地的一个个圣主纷纷踏空而来。众弟子没想到平日难得一见的圣主现在居然都是为了我而来，然而在热点中心的我反而慌得一逼。瑶光圣地率先发出邀约，本尊愿意破例收你为瑶光圣地的唯一男弟子。一旁的光头直接凑近打断了他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来我们搞基圣地吧。太上剑宗的两位长老愤愤不平的开口，苏长生可是我们太上剑宗的人。闻言两位圣主顿时轻蔑一笑，你们不是已经将他逐出师门了吗？此刻的我已经被他们所包围，一个个丰厚的条件令我着迷，感觉自己好像挺牛逼。一个是病娇到极致的清纯少女，一个是想体验逆徒冲师的美艳师尊，这让夹在中间的我很是为难。由于系统帮助我在招新大会上出尽风头，各宗圣主撸起袖子互喷剧，想将我收入门下。可我深知若是答应他们，被废的事实很快就会暴露，万一被思域知道我在骗他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说话间，光头圣主又开出条件，若是小友同意，我姬某人愿将千机秘法授予小友。众人怒骂这厮好生狡猾，谁人不知千机秘法只传下任圣主，他居然如此明目张胆的收买人心，比狠吗？那就看看谁更狠。若是小友同意我千雪现在就让出圣主之位。而赵思玉微微皱眉，自己挚爱居然任人抢夺，真是可恶。病娇正要发作，却听我将众人喊停，这些条件简直嗨到飞起，可是我无福消受。长生感激于各位前辈赏识，但还请容我拒绝，我选择回归太上剑宗，只因那里有我无法割舍之人。听完思玉和师尊各自露出欣喜之色，就知道我是长生心中最爱的那个人。而我想的很简单，一是太上剑宗我比较熟，还有他为十大圣地之首，想换大腿抱也比较容易。相比于其他圣主一片落寞，太上剑宗感动到眼泪与鼻涕齐飞。想不到长生你如此宽宏大量，且对太上剑宗如此忠贞。见状几大圣主不好纠缠，只能放弃。两尊天生道体其中苏长生更是万法皆通之躯，今日太上剑宗本该名誉受损，如今却形势逆转，既赢了弟子又赢了威望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他为重新稳固太上剑宗圣地之首而有意为之？连我等圣主都算计在内，我们真是小看此子了。而大会进入尾声，思玉按照惯例要前去登记身份，用力地抱了抱我，他表示去去就回。恰在此时，一道幽香飘了过来，师尊走到我的身后。长生，你的好意师尊明白，你一直隐瞒城府与天资，并承受了诸多骂名，就是为了帮助师尊在长老会面前立威，故而稳住师尊的权力与威望。没想到你这么能言，竟然连师尊都瞒过去了。而我又怎能说这次回来只想帮赵思玉得到太上剑宗的宝贝？见我略显尴尬，师尊扶住胸口，长生不要掩饰，能有你这等弟子，师尊还有和他求？可当听到剑胚已被我转手送给思玉，师尊先是一愣，而后现出一丝不悦之色。因为挂念我的安危，他力排众议赠送于我，而我却毫不领情送给别的女人。还好长老打破僵局，表示思玉已是我宗弟子，可谓肥水没有外流。就在这时，思玉登记完毕，小兔一般归来。我提醒师尊是时候回宗门了，再不走，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。而面对思玉又轻车熟路抱起我的手臂，我只能提醒贴得太近了，妹子朱唇轻启，怕什么？你可是我的未婚夫，还有我一定会变强，直至我们可以如你所说那般厮守。而一股老坛酸菜的味道瞬间飘来，师尊无声侧目，让我一阵心寒。惊魂未定下，我拒绝师尊为我准备盛大的回宗仪式，我解释到不必占用大家修行时间，再说名誉这种东西是要靠自己拿回来的。谁知病娇又开始发作，这明显只是借口。长生只是太想快点回到宗门，好看着我选择与他同住一封，长相厮守罢了。我本想抱爽文女主的大腿，哪知却是我不幸生活的开始。就在刚刚，我与思玉双双通过宗门考验，看到病娇与我亲昵师尊的眼神简直可以杀人，夹在两人中间，我迟早成为炮灰。因此我故作正人君子，提醒病娇注意场合，思玉啊，我们一定要内敛和低调，否则修为再高也与凡夫俗女无异。而我硬装出来的老六气质，让两女震惊，我的觉悟竟高到如此境界。不觉间我们已来到虚州之前，虽然修仙者能一息千里，但用于赶路实在浪费，因此一般出行还是会使用虚州待遇。病娇一脸没见过世面，让我心生怜爱，还有若隐气法失效，我的真实修为定会暴露。因此我表示思玉刚刚经受苦战，此刻需要休息。听完病娇大为感动，他在关心我，他对我是真的。而师尊的表情让我不敢直视。就在我想火速逃离现场，赵华这家伙又挡在面前。刚刚我没有落井下石直击他内心深处，苏师兄你的胸怀如此宽广，而我赵华真的不如你啊。直至回到屋中，还能听到老六鬼叫对我的仰慕之情。而一声长生啊，我的夫君，让我虎躯一震。赵思玉，你想做什么？而他得寸进尺，竟越凑越近。拜托，我也是个正常男人，别这么考验我行不行？思玉则认为只有面对心爱的女人才会害羞。下一刻竟娇呼，哎呀，人家头好晕。头晕吗？那就赶快休息，太憋屈了，可打死我也不敢碰你这未来女帝啊。看我果断出门并关上房门，思玉猛地睁开眼睛，他居然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他不喜欢我吗？戒指中的白哲则解释，苏长生心境早已超凡脱俗，怎会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？这恰恰证明了他的部分，而你又何必纠结一时？
人家明白了，反正他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另一边，我洗了八个冷水澡，用来降温。随后来到甲板之上，太上剑宗不愧为十大圣地之首，盛景让人心生澎湃之情。身后众人表示我曾为宗门首席弟子，对此景应该早就看，却仍如此激动，可见我对宗门的热爱。我总不能说穿到原主身体，我第一次来。 师尊又问我可记得原主带回宗门的沈若渊，而我又哪里知道，数年来他都未能断体而跟着修习的师尊寿元已尽，此刻很难再太上剑宗继续修真。我表示修仙世界残酷，不以或许凡尘更适合他。下一刻推演系统自动运行，我发现新的剧情线而妹子竟是第二个天命之子，在一场一姑卖会之上，妹子被当作拍品在台上瑟瑟发抖，反派原主出现以最高价将其买下。妹子本以为他是为自己逆天改命的恩人，没想到原主也是不折不扣的轻薄恶毒，买下自己只因为觉得抢走别人看中的东西很有意义，随即将沈若渊 丢在剑宗受尽欺辱，甚至高烧98度都任其自生自灭，直至师尊寿元竟了而他被逐出宗门。妹子心中发誓将来定要亲手娶了原主之命。若干年后，无敌魔主沈若渊现世，于郡王府中将苏长生生命了断。看来这原主真是妥妥的炮灰命啊！我为仙子送了一份外卖，只因没有要大份，但他一记头锤差点送我去见太奶。而就在刚刚，我朴实无华的卧室硬是被改成婚房，并交还撇着大嘴问我到底喜不喜欢。思玉啊，我毕竟是你明面上的师傅，这样做不合适啊。那你的意思是不喜欢对吧？ 恐吓下我只能说喜欢，喜欢，可转念一想，若真在一起，恐怕今晚就要暴露我的真实修为。与其等赵思玉对我行些非人之事，不如现在就刀了我算了。因此我故作镇定表示天色已晚，赶快休息。我去隔壁收拾一间客房，忽然背后一阵杀意蔓延。思玉一字一顿将我喊住：“你敢走出房间半步，我现在就送你去见太奶。”关键时刻一道空灵女声传来，戒指中阿拉丁女帝一脸疑惑，并表示她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。看来苏长生说的没错，至于你体质的宝物确实存放于太上剑宗，我就说嘛，苏郎不会骗我，毕竟人家是他的最爱。 而我解释等于儿成为剑主便有资格进入密主，到时候修复体质就是小菜一碟。白哲却不以为然，何须待到那时？有我和前辈你联手，此刻便把剑宗屠戮殆尽，直接夺宝便是。我意识到这蒙女来真的，赶忙挥手阻止。修真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前辈为何这般顾忌？何况那剑主只是区区破海，在前辈你面前不过蝼蚁一般，碾压迫海境，你特魔倒是看得起我。真动起手来，你就知道我有多废了。再说这么快就把剑宗通关，我还怎么拖到赵思玉成为合格的大佬？就在我费尽心机如何让白哲打消念头，这智商80的女帝便为我送来助攻。我明白了，前辈。 被你说的是因果，如若扰乱大道，损害天机，势必会对我等造成巨大损害。不愧是前辈，考虑居然如此周全。白哲这就带玉儿前去稳步境界，争取早日迈入剑主，才不会辜负前辈用心。思玉心有不甘，长生晚上你可别跑，却被白哲提醒修炼才是你此刻头等大事。而我回过神，才想起那边还有一个沈若渊在等我。 此刻宗门用膳堂中，我俨然已成为今日最大话题，一定是赵华难堪大用，因此剑主才硬把废柴苏长生带回来，强撑门面。胡说！赵华回来对苏师兄赞不绝口，并说他和以前相比可谓判若两人，能有什么变化？这些年他高傲的待在第一道峰，这普通用膳堂里见过他的身影。话没说完，老六便被当场打脸，而我不过是想填饱肚子，顺便给沈若渊送一点饭，哪知众人惶恐不安，生怕我不高兴把他们饭桌掀翻。饭菜闻起来很香，请问老伯，我能打包带走吗？很香。 请问我的天呐，这是苏长生说出来的话吗？我们是不是吃了毒蘑菇产生幻觉？直到我将饭盒拎走，众人才相信不是做梦。大师兄他真的是来吃饭的，饭菜里有和玄机能令他私下独享，按他的菜谱赶紧给我来十份。而此刻狭小的庭院之内，沈若渊双眼本就模糊，此刻竟是又泛起一层水雾。想当年原主就是这样将自己抛弃，放任自己在剑宗任人欺凌。此生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报复苏长生。 而当听到那期盼的脚步推门而入，妹子扭头擦掉不争气的泪花。我关切的表示：“谁又欺负你？跟师兄说，师兄帮你打回来，没什么。”示若渊以为师兄不会来，我说到怎么会呢？说好我会经常来的。心想：真让你入了魔道，我也小命不保。说完，我放下饭盒，这是专门给你带过来的。趁热吃吧。谁知二号病娇身形竟变得呆滞，下一刻一头撞在我的胸口，将我紧紧抱住，许久不曾体会过的温暖让妹子心中泛起万分波涛。大姐，我现在跟凡人差不了多少，你这一记头锤是想要我命的？师兄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居然怀疑你是苏长生，他哪里能 看到我的表情，顿时变得惊恐。明明是很普通的食材，却让少女感动到无以复加。而恰巧因为我给沈若渊送饭，思玉又一次准备送我去见太奶。就在刚刚，为了打消未来魔主对我的偏见，我提着饭盒来到沈若渊的住处。当我试探万一我是苏长生，你会如何？妹子表示绝无可能。那挨千刀的不可能对我如此体贴。听完我无语，本想刷些好感再袒露身份，现在却弄得适得其反。做了半天好事，功劳却算不到我头上，真惨。因为视力不好，沈若渊乖巧的坐在桌边，张开小嘴，表情可谓无比娇羞。下一刻，妹子大脑一片空白。 这个味道是自己之前曾被关在地窖受罚，可恶的宫女表示吃吧，这是我们剩下的残羹，也算便宜你了。彼时的那句话仿佛穿越时空再度回响，妹子呢喃道：“师兄，这些是别人吃剩的东西吗？”我这才想起妹子以前吃过不少苦头，只能轻轻解释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，来吧，再吃一口。 而妹子饭量也很一般，只吃了16个馒头和8碗米饭。看到气氛逐渐变好，我佯装闲聊，建议她在宗门待着没有成果，不如让我把你送回凡尘。毕竟师兄在凡尘还是有点势力的，到时候你就住在我家，保你这辈子吃喝玩乐，衣食无忧。而我只是为了让他远离修真，没有黑化的机会，故而也不会找我寻仇。师兄，你是被派来赶走我的，对不对？
这倒霉孩子，就算是不乐意也得怀疑我是不是暗恋你。怎么就总往被迫害上想呢？人家是不会走的。当时师兄不是说过我很有天赋的吗？我心想你当然有天赋，你可是未来的魔主啊！这天赋除了我家里那个病娇，还有谁能比得上你？可气的是这天赋没有一个在正道上啊！妹子继续表示师兄你也晓得，在苏长生身上我还有大仇未报。而我能不知道吗？师妹据我了解，那个苏师兄也不是什么绝世恶人呀。师兄不用怕我受伤，而故意为那个家伙说好话，将来我也会保护师兄，哪怕舍弃我的生命。 我立刻阻止，就怕你这么想，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妹子脸上现出光彩，我在师兄心中竟如此重要。算了，还是切换方案吧。想到此，我掏出一本剑谱，以剑入道，以后这就是你的修行之路。希望沈若渊这次别再堕入魔道，最后落得那般结局。当然，如果能让我抱住大腿更好。可你这也突破太快了些，你们这些天命之子能不能低调一点？而后沈若渊问我何时再来探他，人家也好提前准备一番。而这我哪能做得了主，只能看家里那位病娇何时放我出来。 此刻在修行密室，阿拉丁仙子缓缓抬起右手，无比温柔的朝思域天灵盖拍去。顷刻间，白帝虚影环绕在思域周身，病娇兴奋的询问自己白帝之法是否也有小招。勉勉强强吧，你对地法掌握仍停于笔面。若是运用极致，那就应当是零步踏脸。可除了帝尊再也无人能做到这一点，那我就成为这个人抵达仙界尽头，然后与我长生厮守终身。可就在思域想把好消息告诉我时，却发觉屋中空空如也。 阿拉丁添油加醋，看来他对其他事情有点上心呢。听完大病娇神色一凛，不多时我拖着疾惫身躯回到屋中，一把白铁大剑瞬间抵住我的脖颈，告诉我你去哪里了？我赶忙解释，悟道去了也不行吗？下一刻情况出乎我的意料，思域把大剑对准自己，长生，没有你，人家真的不行啊。仙子轻车熟路，又将刀锋对准自己，不要解释，人家不听，原因只是我偷偷去找沈若渊，明知他在演戏，此刻我也只能配合。 你是我的挚爱，没有你我岂能活？长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比珍珠还真。土味情话奏效，思域心儿软了下来，小脸埋进我的怀中，问我到底去哪里了。我指向饭盒，怕你饿着给你买了一份宵夜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记得我喜欢吃什么臭豆腐炖榴莲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听完思域这才露出笑脸，与方才癫狂病娇简直判若两人，就知道我家长生不会骗我。 与此同时，白哲女帝满是震惊之色。苏长生真的修行去了，仅仅几个时辰，他居然又领悟了一道上乘剑意，故而对我敬佩之情又上升一层。而当看到思域又准备赖在我的房间，白哲一把将他提起，再不抓紧修炼，如何配得你家长生？思域则是无语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而多亏白哲将病娇拖去修炼，从而让我有时间改进外泄剑法。虽然还有进步空间，但也不失为一本全新剑谱。接下来便是找机会送给沈若渊。此刻宗门传言我与之前判若两人，因此大长老第一个前来将我试探。我周身剑意瞬间让他深感不凡，才区区数日，此子居然又有长进。下一秒见我态度攻谦，长老只觉一阵恍惚。现在的苏长生居然真的如此谦逊可亲，为了打消尴尬，我随即掏出剑谱，劳烦长老帮忙鉴定一下，算是什么等级？一听到是自己熟悉的领域，大长老恢复镇定。就算你是天才又如何？天才又不是万能的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这真的是你三个时辰写出来的？什么意思？写得很差吗？还是觉得写这种东西用三个时辰太久了？也许不到三个时辰，大长老有话便讲，长生献丑了。听完长老手已变得颤抖，极短时间写出如此重量级的好货，他居然说是献丑，有没有可能他是想刺激于我而随便找个理由？老夫入道500多年，见过万千剑法，功法按强弱共分天地玄黄四个等级，而眼前剑法拿去开山立派都不为过。 想他如此天才，为何要伪装纨绔数十年，又为何要在思域回来这天暴露自己？我明白了，他是在立威，只为警告我等切不可在思域修行上动手脚。想我能在有限人生中见识如此天纵之才，对我修行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？生啊，把这本剑谱收好，老夫就不再打扰你。我一阵无语，难道这剑谱连黄级都算不上？菜到连大长老这种人都心生怜悯了。 而脚步声传来，随后思域走到堂中，将剑谱藏好。我问道：“玉儿怎么不太高兴？”病娇则表示：“一早上没理人家，人家怎会高兴？”就在这时，远处道风传来一阵钟声，长生，这声音是哪里传来的？我若有所思，是藏剑阁一月一度的开启之日，便是今天。仙子求我带她修炼，而我想都没想，便将她拒绝。因为系统提示，我必须优先培养未来魔主沈若渊。就在刚刚，我告知思域今天是藏宝阁开放的日子，那是太上剑宗最隐秘的地方。 期间拥有无上功法与无数地宝天才，每月开启一次，也只有内门弟子才可前往。而思域经白哲提醒，认为他需要的宝贝肯定就在那。生啊，人家也要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发出警报，立刻带天选之女前往藏宝阁寻找机遇。可很明显，这次不是只招思域，难道是那个未来魔主沈若渊？系统爸爸，你又搞事情，让我怎么向着大病娇解释？玉儿，不如我们下次。 怎么，你不想陪我去？我灵机一动，我怎么会不想陪你去？可是内门弟子只能进入第四层，宗门地位最高者才能进出九层。此刻贸然前往，不如你先提升修为，届时你我携手直达九层，如此才能让我的玉儿最快的获得那炼体之宝。生啊，你说的对，白哲，我们回屋，人家要去修炼，我绝不要辜负长生的期待。听完我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奔向未来魔主那边。此刻云海间众弟子已踏着飞剑朝道峰赶去，罡风呼啸，可谓不绝于耳。沈若渊抬头面对天空，一脸茫然之色。藏经阁是他这种杂役弟子渴望不可及的存在，如今自己的困境都是拜苏长生所赐。 想到此妹。
妹子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试着替自己开脱，唐金阁本来就有规矩，那个能不能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苏长生身上甩？师兄这是在替苏长生说话吗？没有没有，当我没说。若渊就知道师兄不可能与他为伍的，我一脸无奈。如果说思域是只敏感警惕的小猫，那么沈若渊便是善于伪装的野兔，急了会咬人的那种。而妹子怯生生问道，师兄我可以去吗？说完又觉得太过冒昧，我只是问问师兄，不要为难。没有心法又如何？那若渊便创出属于自己的心法，而我知道他没有乱说。若干年后他真的创出了地谋心法，之后便回到太上剑宗找我寻仇。此刻我必须打乱剧情，跟我走，师兄带你去藏剑阁。希望原主的余威还在，没人敢和我打招呼。千万不要穿帮，让若渊知道我就是苏长生。而藏宝殿内众人疑惑着，瘟神怎么来？那女人又是谁？牵起若渊颤抖的小手，我安慰她别紧张，劳烦帮我登记一下，我要去第九层。守门弟子虎躯一震，见过大师。兄字没有说出来便被我阻止，何须多礼，以我同为弟子直接称我师兄便可。弟子无比震惊，这瘟神是不是吃错药？沈若渊则感叹师兄果然不一般，他们竟叫他大师。而当弟子问起若渊名字用你登记，妹子一脸惊恐，我叫沈若渊，身份是杂役弟子。话音落下，周围便陷入寂静，随后想起嘲弄，这便是苏师兄带回来的那个杂役吧，他能看懂心法吗？真是不自量力，怪不得苏师兄将他扔到一边。恶意犹如洪流涌入若渊脑海，恍惚间他仿佛再度回到当年，下一刻一只手用力将他抓住。他是我的徒弟，宗门规定徒弟每月有资格随师尊借阅一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弟子惊恐，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真是笨，直接说是跟我来的不就好了。我安慰若渊，莫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就在传送法阵消失之时，我留下一句冒昧的东西，众人面红耳赤。苏长生何时有了这种格局？还有他真的收着杂役为弟子吗？而传送法阵只能到第八层，第九层经书宝贵只能步行上去。此刻我感觉身后异样，若渊眼眶泛红，说道没什么，只是感觉有师兄在真好。有您在，我觉得击败苏长生这个目标不是那么虚无缥缈，我差点没缓上气。那个，你高兴就好。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一个人影跳了出来，大喊你来此处做什么？